你把钱都交出来。赶紧滚。不是吧，这都能被撞死。红军来踢球了，还在玩游戏。漂亮的脚下功夫，他们希望出其不意，以速度制胜。这一球传得漂亮，双方都还没有能够得分，现在就看谁能够打破僵局。向前推进，可以射门。王牌对王牌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。破门，球进了，这实在是太精彩了，这里进球可以说是。哇，怎么这都查不到啊？这也太难打了吧！你的手柄早就过时了，我这是飞智八爪鱼四逆反馈精英手柄，是飞智这个月出的最新产品。你的腰杆回中只有7%，125赫兹的回报率，而我的立条街合金腰杆只有5%的回中，1000赫兹的无线回报率。这就是科技的力量。零启动阻力，5%精确回中。不过你输给我也不是手柄的原因，菜就多练。说我猜也是吧。这么猜一刀就死了。哎，敌人只抓十倍了，你还在玩游戏呢。走，走。哎，不行，Throwing flashbang。 哎，我操，你怎么扔的反光弹？别急啊哥，等我打闪你再出呀。感觉不如原神。这都被抓？我问你想不想赚钱了？我看上一个很好抢的店，坐标发你的，赶快过来。现在就抢吗？对，走。抢劫，把钱都交出来。